Assalamu alaikum, welcome to my channel. 今天开斋，今天是朋友过来，跟朋友一起吃饭，然后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姐姐，然后请我们吃饭的哦。看这里，等一下给你们上一下我们这个中国海南的一个风味口，中国海南口味的一种菜肴，特别好吃。我没有吃过，但是听说很好吃，第一次来吃哦。这个有30克了吧？